知道粉丝提问，删除空投武器会怎样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正好会发生三个变化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对萌新更友好。对于技术比较一般的萌新而言，几乎很难捡到空投武器。如果贸然去抢夺的话，几乎都是加速成盒，即使是空投打脸，很容易被敌人抢。因此，删除空投武器的话，那对萌新会更友好。对抗敌人不再有武器差距了。二，中期更无聊，由于吃鸡中期缩圈时间很长，而空投就是光子故意设计，让玩家们中期去争夺的目标。如果删除空投武器的话，那空投吸引力将大幅降低，玩家中期会变得更无聊，也更难找人打了。三，玩家丢失目标感，如果删除空投武器的话，那几乎所有武器都会被光子平衡，这样不再有更强的武器了，这样会让玩家丢失目标感。毕竟落地捡的武器就能打到吃鸡，没有对武器的追求了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